我怎么办？ 断了，就再把它接回来不就好了吗？断了，还能接吗？接了，还会自然吗？断，麦哥哥，断，难道你这辈子再也不跟安独独见面了吗？ 丢嘞！那个安西明明就很穷，啊，怎么会突然有钱还呢？哎，对啊，哦，他背后一定有金主，一定是有金主。共如此霸道，想着你的好。